会有点压扁，对，压扁，然后它其实是慢慢在滑的。你这条是十一的吗？十一的。哦。然后，其实你看我只要稍微压，其实很平顺，对。那再快一点也可以，对。哦。它其实不需要，你就，对，也不会卡到。对啊对啊。你那掉这个不会比 ID 差啊？不会。哎、欸，我反而觉得 stop 还蛮好用，鼓励鼓励就会顿。嗯。那就用 stop 下降就好了。